OK 哈，国际佛光会啊，台北道场，我们都是，我们几位都是星云大师的弟子。那旧历四月初八是佛诞节啊，也就是我们佛陀诞生的日子。那就这个前后啊，我们带着大家的祝福啊，来帮我们忠孝医院祝福。那忠孝医院的很特殊的，除了在一楼有一些整个的一个浴佛的一个程序之外呢，我们特别安排了小车啊，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病友的床前，我们来祝福啊。所以今天就代表您的啊，好是拿回来一起啊，拿你手啊，妈妈没有关系，妈妈手不伸出来，你就代表好不好？你两个手握着哈，好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啊，先从左肩开始，啊，左边只要存好心啊，八哎，玉佛哈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要做好事，然后来再弄一翻过来，然后你手过来这边，然后要说好话。好，然后在一个背上，再来到右边去，背后左边背后要存好心，好。佛陀保佑我们家里全家人平平安安，好，谢谢，阿弥陀佛。佛陀保佑，对，大家平安哈，好，孝顺的孩子，来。来，来。